现在我们要散步去 KSL， 嗯，巴沙马兰 KSL 去跑跑。啊，上这个天桥去巴沙马兰啊 KSL 啊，一定要坐那个 bus， 坐 bus 下去很方便，等下回来也是坐 bus 回来，不用烦恼找车位。现在乐龄人士坐车都不用还钱的，免费的，60岁以上不用钱。学生跟 OKU 人士也是免费的。啊，你们申请了没有啊？赶快去了，其实很方便的，它有19个路线的，每半个钟头都有一趟车。我已经试了1个星期了啊，真的是很好用，所以才介绍给你们。我相信在这个19个路线一定有包含你想去的地方，这会省很多的车费。这还是要戴口罩啊，现在还是需要戴口罩啊。哎，这是另外一个公司了 ，City Bus 啊，来了 ，Bus 来了啦 ，My Bus， 帮我 scan。政府7-8年前花1亿5000万开始这个 My Bus。现在有3-4个 step 开始给免费给人民，这个班次是很满的，上下都要。office 在这里，啊，这是 JB Center， 啊，去 KSL 坐这两这个才是 Electric Bus， 好，我已经上了。星期一在这边。啊，KFC 这边。